花15.8块挑战一下从江苏宿迁买花会不会踩雷。哦，这个没有那个标签是吧？没有那个标签哈。开箱啊，看会不会踩坑啊。很多的臭宝都是从宿迁大学毕业的。就是不信邪，你知道吗？有的花友他就不信邪，他就是不信邪。我也不信邪。那就试试呗，完事。这个不就叫福禄桐吗？广东拿货吗？几块钱吗？2-3块钱吗？应该是15.8块，这个价格有点贵哦。你看我一看到花哪不好，我就想拿剪刀去收拾它。你看它上面这一节啊，我以为是干枯了，所以说我总想动手剪的。它其实是用蜡烛封的，就那个蜡封了一下。然后他们广东那边扦插这个东西很快的，就是这个还行，最起码发过来的是一个地板的，最起码是个地板的，除了价格稍稍贵一点，真的没别的毛病。你会发现一个什么事呢？你期望值越低的东西，它往往失望值越小；你期望越高，它往往它就越容易被骗。因为像我明知道这个东西，你要市场价正常来说哈，9.9块卖的人大有人在。我专门花15.8块从那里边买一个，你看它就不会被骗。其实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哈？贪小便宜才容易吃大亏，一分钱一分货。如果说我5.8块臭宝，我也能从宿迁淘到这种便宜的东西，那100%会被骗。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说你永远不要想着你那点钱，就跟有的臭宝一样，说老花医，你看我最近生活不太好，你给我那个啥子了那。有的臭宝更天真，买了个几十块钱的香去庙里边拜一拜，去许愿许几百万的那种。你想想臭宝，你拿几十块钱的东西，你想办几百万的事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你信那玩意儿干啥？你相信自己不行吗？这一看就广东货，这不是宿迁货，这广东那边的货，这宿迁的这进过去然后卖的，这扦插的这根系很棒哈，没毛病。这是我故意给它打开的。一直跟花友们说什么呢？不是某个地区不可靠，是某个地区抓住了某一部分人的某些心理做出来的某些事情，让某些人感到有某些的不开心。希望花友们能够摆正一个状态啊，尤其是关注我的花友，我希望你们不要为了贪小便宜而去吃那些大亏。像这种收到以后呢，它根系还是比较健康的，我故意给它打开的，看根系来的。你们收到以后啊，尽量的别破坏原土的情况下呢，去看一下，检查一下。如果说根系感觉没长牢，就先长一段时间；如果根系长满了，就换盆儿。换盆入土的话，这个椰糠呢，不是老花医一直没有说它是个坏东西，它挺好的。它除了有一点点盐分的话，你们用水洗一下之后呢，是可以用来种土。还有一个缺点就是里边没什么肥力，你可以用买老花医的这个进口的这个土，通用泥炭。也就老花医卖的整包的这个，如果说你想省钱的臭宝，你家里边的椰糠可以跟它1:1的去掺和掺和用，明白了吗？这椰糠不用扔，老花医卖土呢，但是不掺椰糠，椰糠着实便宜哈。椰糠老花医进的话，我能3毛钱一升，我能搞到3毛钱一升，也就是老花医要卖土的话，掺上椰糠都不够邮费钱，懂这个事就行了。换盆不用太大的盆，不要用太大的盆哈，有的花友总是不理解，老是问为什么不用大盆，别埋得很深了哈。用小盆呢是排水透气性更好，植物的根系你想让它生长呢，首先第一点就是要透气，没有氧气是不会长根的，稍微压实一下就行了，别埋得很深了哦，别的没啥了，正常养护。如果说你像我这样冻散了，把这个土球冻得有点散，你可以在浇水的时候往里面稍微加一点点的杀菌药，现在老花有出这个，有出这个杀菌药，这个叫小黄。有的花友总是嫌那个啥呢，嫌那个恶霉灵很贵，你知道吧？我也能理解你们，但是我就只能给你们找稍便宜点的。不过这个用起来确实没那么心疼了，250克的，价格只是比30克的贵了那么一小点，但是量可是比它多了10几倍啊。哦，有10几倍，对，没说错，呵呵，别说错了，要严谨。然后呢可以往水里面加一点生根液啊，这个不是激素类的，这是营养液类的，它不烧花，它只是恰巧补充根系生长的那些营养罢了，明白了吗？这是会玩的，养花用会玩，省心又省钱。搅拌一下浇到土里面，避一下强光的暴晒，就不是不让你晒太阳，是可以晒一点，别暴晒，
就跟你家我大舅子出院了，不要暴饮暴食，他回去不吃不喝，一段时间又出去了，又回去了。回去了以后，大夫问他你咋回来了？你不让我吃啊，我只是不让你暴饮暴食而已，没说不让你吃饭，明白了吗？还有一个点呢，就是现在天气比较热，很多花友浇花的时候呢很马虎，浇水容易浇不透。我最近几期视频天天说这个事，你真的浇不透的话，你拿水桶给它泡起来，就像这样，找个大一点的水桶，直接泡到桶里面，给它泡透，泡到不冒泡就 OK 了。你如果十几二十分钟再拿出来，就泡透了，明白了吗？一定要 get 这个点。好，就是纯属给你们演示一下而已。之后呢，就正常的给一些太阳，别暴晒啊，别暴晒。干了就浇，不干不浇。还有一个事就是，你看，你们记得这个铜钱草吗？我给它割秃了，你看现在长的，到处乱长，枝洼乱长。它就是喜欢光照，就喜欢光照。觉得不错就点个赞。你们如果说想看其他的什么养花的视频，都给视频下留言。想有什么养花问题也可以问，想有什么寄养也可以，寄养也不是要钱。另外呢，你们要是喜欢这个十几块钱的福禄桐，有人喊的金钱兜，你喜欢的话也可以整一单，我觉得还可以的，并不是数千的东西就不好，是你钱没到位。哪里都有好人，哪里都有坏人。我是老花医，养花最专业，白了说不。嗨。